哦，我就是阿斯晃医生。没错，这里就是神经病院。哎呀，好烦啊，又下雨，每个神经病都没有进步，全部都拿着脸盆还有刷子下去洗澡了。嗯，这个有进步。为什么你不和他们一起下去洗澡呢？哦，且慢，请不要再跟我说你不会走楼梯下楼了。哦，因为且慢。哎呦，医生，你到底够了没啊？哦，拍死啦，拍死！哦，等等，啊，水还没热啊？